何猷君是赌王最优秀的儿子，出生时赌王已经74岁，因此备受宠爱。何猷君一出生就在罗马，然而优渥的家境并没有让他成为纨绔子弟，他曾连续五年获得英国奥林匹克金牌，17岁同时被剑桥、耶鲁、斯坦福、麻省理工录取。在麻省理工攻读本科时，他十分刻苦，经常学习到凌晨五点，曾在图书馆连续住了五天。凭借自身的天赋和过人的努力，何猷君在人才济济的世界名校也能考取到99分的高分，可谓学霸中的学霸。别人需要花四年的时间学习的课程，何猷君只用了三年就顺利毕业了。继续深造后，他成了麻省理工最年轻的金融硕士。何猷君五官酷似赌王，长相帅气，在感情上他和超模奚梦瑶的感情也备受关注，两人去年结婚并生下何家长孙。为了感谢老婆的辛苦，何猷君大方送上1亿现金，并买下价值5亿的豪宅，给了奚梦瑶一个梦幻的家。生于豪门，然而他却比谁都努力，这才是值得称赞的富二代。为何猷君点赞？